所以我们要尽量挖铁、啊，拿回家烧。哦，现在挖不了，然后我们才做铁药。可怜，你挖不了铁，你挖不了吗？你拿镰，因为你拿到镰刀啊，哦、这个。没有，你拿镰刀，你要怎么挖石头那些？但是，嗯，那个什么都没看到吗？嘿嘿嘿，好想发神经拿剃刀，好想发神经，你不就在正在了吗？慢说，每天都在发神经吗？胆小狗英雄里面的那个奇怪博士，他都会拿着那个剃刀，然后就会说：“哇，这个毛看起来好柔顺。”让我好想发神经，老到我都忘记了。这东西老到我都忘记有这种事情了。What? 我真的是给忘了，太老了。抱歉的樱花，很好看哎、欸。抱歉的樱花实在是太老了。茉莉儿。奥迪斯，因为爱，所以爱，让我付出我的关怀，不管风吹或日晒。你的是高音，我的是低音，不对，你的是高，不对，你的是低音。我退出游戏，烟花还能种田吗？不行啊！我退出烟花应该不行啊，行啊，因为是我的世界啊。买个一百颗，买个叮叮当当，叮叮当，叮叮叮当当当。当了，都说不行了，还在当当当的，完全不管别人受了受不了。什么意思？你再当我一拳打死你！是你受得了什么东西？受不了什么东西了？你当我一拳打死你！这个都不行了，你还在那边摸吧？嘿嘿，统治世界。